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我们已经说到第53回了，土行孙呢被这个申公豹给说反了。其实里面他表现出的，应该讲是表现出土行孙整体的差错，其实就是一个，我以为就是一个生命境界的一个整体的差错，因为他表现在不单纯是荣华富贵呀，不单纯是这个。听信申公豹这种随意的对他的一种断论，对不对？那他还偷了他师傅的这个捆仙绳，也就变成了就他自身而言，他的师傅在他的心目中没有那么敬意。当他没有那么敬意的时候呢，原因就取自于他自己在修行过程中的他的生命的品质。啊，跟他的生命品质有关，那他的品质就到这儿，那就没招了。那同时呢，也表现出呢申公豹的这种功底，就是申公豹的功底就在于，我们讲过，没想过他从原来也没有意识到，他其实是为了这件事情，这个生命等了几千年，那等了几千年是为了把这些人都毁了，把这些生命都毁了。而他毁掉这些生命呢，又是为了完成《封神榜》本身的365个神，所以这种相生相克的并生在里面，我以为是给今天的人以教训，就是说，就像我朋友留言说，我说红沙阵其实就是，确实是红尘滚滚的概念，它上下对应扣在一起，那当时是。武王跟这个雷震子跟哪吒困了100天，结果最后破红沙阵的呢是这个南极仙翁带着他的徒弟，而在其中遭受就在其中有过劫难遭受劫难的12门人，其实甚至包括这个燃灯道人都不能碰，也就变成了。红尘就是三界内而言，红尘而言，它对人的、对生命、对一定境界的生命的那种诱惑与伤害，超越了我以为超越了太多人能够理解和想象的，从话语中就能听出来，从用词中完全能听出来，确实，一个人如何能只有真正达到无我的概念。真正达到无或者空的概念，无或者空的概念，应该讲在他的境界中，连空都不存在，连无都不存在，可能就说的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你说，如果空都不存在，你都说得出来，我讲的是一种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含义。所以在遇到的很多事情当中，很多是命里注定的事情，但是呢。确实在这种大变革的环境下呢，对每一个生命又有一个又有他破掉他原来安排的机会，有这种机会，那只不过就是看这就取决完全取决自己，就像这个土行孙一样，挨不着挣不着，结果他就碰见了申公豹，申公豹说两句就给他说毁了，你说这招谁惹谁了？招谁惹谁了？所以申公豹，也就是说，多少年来等过程中，就是来毁人的，啊，来毁人的，里面是有这个含义了。第53回，邓九公奉旨西征。渭水滔滔日夜流，西岐征战几时休？漫漫虎豹才驴血，又见冒休戍敌楼。就是这种勇士的概念。休得美酬迷白骨，荒阴反目永金瓯。岂知天意多颠倒，取次干戈不断头。后面这话讲就比较隐晦了。我以为后面这话讲的就是，还是讲的商朝，它主要是讲的商朝的概念。白骨成堆。讲的是暴政，
啊，荒阴反目，那把一切付之于东流，但他们又以为还以为自己如何？天意的本身多颠倒，就是说，就是说轮回晚，我以为是一种轮回晚复的，他是反着说的，取次干戈不断头，那干戈哪有不断头？这里讲取次干戈不断头，就是征讨的这种不停止不休止。那征讨的不停止不休止呢？在人的角度来讲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颠簸陆离，一种摧残。原因其实是因为人的层面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层面，人生命的存在不是一个真正稳定的存在的环境。时间从来是流失的，永远不停止的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永驻的，没有，永驻是不可能的，一切都是过程。所以眼前看到的最物质化的一切，它反而是假的，所以就是一切东西是反的，而人眼看不着东西才是真的。其实你可以反过来，即使包括人的情感，人的享受，乃至人的贪婪，它都是人的一种心态，自卑、自傲、自负，都是内在的一种无形的东西的表示。那有形的东西只不过是被生命无形的品质呢，在落实在现实环境中的时候，它的定位的表达，对吧？贪婪的、淫荡的、荒淫的，它就会落在人与人之间这种龌龊肮脏的行为与表述中。那圣洁的、这种高贵的、人的境界的，它一定是与它相反的一种表达。所以我们通常讲说，在人的肉身的一切的基础，其实就是恶的，就是业力的本身。那反过来超越肉体的本身呢，就是境界。土行孙申公豹说反了土行孙下山，他又往各处去了。所以申公豹一辈子几千年就是为了等这件事情。所以反过来就是申公豹是为了把封神榜的365个神填满了。想想蛮悲剧的，也谈不上悲剧，就是说对很多生命来讲就是一种定格啊，是一种定格。遇到了一种大的环境的改变的时候呢，对所有生命是一种契机。当日从这个绝龙岭逃回泗水关的军士报告了韩荣，说文太师已经死于绝龙岭，随即修表报进朝歌。微子看报，忙进偏殿，见纣王行礼称为臣。微子是他的叔叔啊，是纣王的叔叔。朕无旨，黄伯有何奏章？微子把文太师的事禀奏了一番，纣王大惊。数日之前恍惚中明明见到文太师在露台奏朕，言之绝龙岭失利，今日果然如此。所以那种情况他这里讲过，类似于托梦了，就是纣王当时实际是他的魂魄真去了朝歌，那做了最后的一个忠臣，做了最后的努力。那纣王当时呢，就是忽然昏厥，以为睡着。那其实我们人有的时候是有过那种感觉，就是突然你困得不行，对吧？毫无理由困得不停。那当你睡过去之后，有时候能够遇到一些特别的事情，其实是另外空间的一种影响了。纣王颇为不想今日果然如此，纣王颇为伤感，问左右文武，太师新亡，点哪一位官员，定要把江上拿到朝歌为太师报仇。众官共议未决。上大夫金盛出班奏曰：三山关总兵邓九公前日大破了南伯侯，那屡建大功，若破西岐，非此人不克成功。纣王传旨速发
白绒，白毛黄绒，得专门，得专门征讨，就是授予邓九公兵权，插官既往，星日不得停留。即使命官王真持诏往三山关而来，一路上马行如箭，心去如飞。秋光正好，千山水落芦花碎，那几树枫杨红叶醉，路途烟雨古人稀，故人稀，黄菊纷飞山色丽，水寒河破人憔悴，白瓶红绸满江干，落霞孤鹜长空坠，依稀暗淡野云飞，玄鸟去，冰鸿至，寥寥历历惊人起。其实他写这首诗讲的是秋光、秋景，但当读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很凄凉，就是败落的场面，啊，完全败落的场面。天使过州府县司，不止一日来到了三关山。三山关，次日到邓九公府上，邓九公与诸将，焚香接旨。天子征伐，原为逐逆救民，大将专困外之计，正代天行整逆之权，就是逆 死亡的意思。元荣邓九公，累攻三山关，延出入之防，边锋武警，退鄂顺之反叛，奏捷甚速。今激发不到，纳王招叛，大肆猖獗，朕累秦问罪之师，皆被反军之树敌，王师累辱，大损国威，身为不法，朕之恶心，特设而前去，用心料理，相机进剿，误秦首恶，解决奉献，以正国典，朕绝不惜毛土，以仇有功，而其亲哉，勿负朕之重托之意，故资而招。邓九公独臂待天使等交代。王真曰：新总兵孔宣就到。不一日，孔宣已到。邓九公交代完毕，点将祭旗，次日起兵。忽报有一矮子来下书。邓九公令进帅府，来人不到四尺长，不到四尺长，一米二，一米二，在滴水岩前行礼，将书呈上。邓九公拆书观之，知是申公豹所见。土行孙效劳麾下。邓九公见土行孙人物不好，人物不好就是长得太差了，这模样太不咋地了，拿不出手。欲待不留，又恐申道友见怪，若要用他，又不成规矩。嗨。就给他，这邓九公实在是看不起土行孙，沉吟良久也罢了，让他催粮去吧，所以就不让，让催粮就不在眼前看着喽。邓九公说：“啊，土行孙，申道友推荐你，我也不愿意，不敢违命。后军草缺少，你为五军都粮使。”这里面就说明邓九公，第一个，邓九公他也是就是有着自己的道，也是修道，如果他不是修道的话，他不会跟申公豹称为道友这么来称呼啊，所以也就变成了在他的队伍中呢有这些能人异士。太英为正应先锋官，儿子邓秀为副印先行，赵生、孙彦宏为应使，带着女儿邓禅玉随军征讨。
调人马离了三山关，进望西而来，一路上浩浩荡荡啊，杀气腾腾。三军踊跃，将士雄雄，征云并杀气相符，叫剑戈共齐招耀日。人形如猛虎，马骤似飞龙。弓弯引满月，叫剑穿虎狼牙。袍甲鲜明如枭纵，喊声大震若山崩。剑鞘失号令，混如开放三月桃花。马摆闪鸾翎，好似摇定九秋金菊。威风凛凛，人人咬碎口中牙，杀气腾腾，个个睁圆眉下眼，真如猛虎出山林，恰似大王离北绝。邓九公人马带路，行有个月，来到西岐，探马报元帅，前面是西岐的东门，扎营。按八卦列五方，左右凑军，前后排密密层层相左，拐子马紧挨鹿角，叫连珠炮密护中军。刀枪白映三冬雪，炮响声高二月雷。安宁扎寨放炮呐喊，那时候打仗就是这样，这都没什么可讲，就是一个流水账了。姜子牙破了文太师，天下诸侯响应。突然探马来报，三山关邓九公人住东门，人马驻扎东门。子牙闻报，邓九公其人如何？黄飞虎在侧，邓九公是将才也。子牙就笑了，将才好破，左道难破。他这里说将才好破，将是人呐，左道呢就是修炼的修行的，这修行不好弄，他讲是这么个含义。邓九公次日传令，哪位战将先往西岐走头阵，先行官太英应声愿往，调本部人马出来排开阵势，立马横刀，大呼督战，探马报入相府，有将请战。谁见头阵，南宫氏提刀上马，摇旗大喊，冲出城来。见对面一将面如活蟹，海下黄须，面如活血，活蟹，螃蟹，那脸长成那样。顶上金冠飞双凤，连环宝甲三所控，腰缠玉带如团花，手持钢刀寒光柄，锦囊暗带七星锤，这有自己有家伙。安桥又把龙泉纵，大将奉时命祭请，旗开拱手诸侯众。三山关内大先行，四海闻名，心胆痛。南宫氏大呼：“何人？”三山关总兵麾下正印先行太英是也，奉命西讨，尔等不守陈杰，招纳叛王，无故造反，持强暴四暴，坏了朝廷之大臣，灭天朝之使命，实乃可恨，特命六师剿除叛恶，尔等可下马受板，结往朝歌，尽承当之大法，免生命之道悬，如再痴迷，悔之无及。南宫氏笑说：“太英，你知道文太史，魔家四将张桂芳，只落得焚身斩首，片甲不归。尔等乃米粒之珠，米粒之珠，土光不大，就是萤火虫的屁股，没多大量。”叫迎翅飞腾，去而不远。人那时候说话厉害，
寅赤，你就是个苍蝇，你飞不了多远，速速早回，免遭屠虐。太婴大怒，催开马，手中刀直接取来。南宫是纵骑，双方，刀架紧环，两马相交，大战一场。来回三十回合，南宫是马上逞英雄，展开刀势，抖擞精神，倍加气力。太婴发怒，这个叫环眼双睁，把双眼哦双扇刀卖一个破绽，叫一声招，一刀劈下。南宫是太小看太婴了，不在意。一刀下来，南宫是急着了，哦，不好。急忙闪身，结果把肩头的护甲给削下去一半。那护甲都是用绳子连着的，那连着绳子就给飞断了，一下就把南宫氏给吓坏了，扭脸就进城了。太婴赶杀周兵，得胜回营见邓九公，与南宫氏大战，砍了他的这个肩甲，不曾剁了首级，就是没杀了他。秦令定夺，南宫是讲说，邓九公首功居上，虽不曾斩了南宫氏之首，但挫其锐气。南宫氏进城，至相府回见子牙，言之失利，有辱失命。子牙说：“胜败乃兵家之常，为将务要见机，进则可成功，退则可保守无忧，为将之谨无也。”那挺很通情达理啊。第二天，邓九公传令，五方队伍大壮军威，炮声如雷，三军踊跃，杀声震天，来至臣下，请姜子牙答话。姜子牙吩咐新甲调动大队人马出城，我要亲会邓九公。西岐连珠炮响，两扇门开，一簇人马涌出。邓九公定睛观看，只见两杆大红旗飘飘而出，引出一队人马，分为前队，有穿红的周将压住阵脚，怎见得这人马？旗分离位列前锋，朱雀迎头百事兄，铁旗横排冲阵将。果然人马似蛟龙，二声炮响，出来两杆轻骑飘扬而出，一队人马捋左侧，有穿青周将压住阵脚。青龙旗斩叫镇公权，短剑长矛刺地仙，更有冲锋窝里炮，追风需用火攻前。三声炮响，两杆白旗飘扬而出，立于右侧。身穿白色的周将压住阵脚。旗分对位虎威头，叫格己森森列敌楼，硬弩强弓掩战士，中藏盾甲鬼神仇。你看。他是按照八卦那么来布阵的，而且有进有退，大家各个方阵都有自己的分工。邓九公对诸将说：“江上用兵真个纪律严明啊，甚得行事之分，果然将才。”又见两根皂旗飞舞而出，一队人马立于后队，黑色周将压住阵脚，砍弓玄武黑旗翻。边剪抓锤，叫亲铁栾，左右就应为第一，鸣金击鼓任平敲。四队，中间摆出杏黄旗在前，引出大队人马，东西南北中，其实他按照是这个，一直按照五方阵走的。五方八卦旗。众门人一队一队雁翅排开，24员猛将，金盔金甲红袍画戟，左右分为12旗，中间四不像端坐姜子牙，气宇轩昂，中间雾体号中军，宝素旗开五色云，
十二衙门排将士，袁荣大帅彼此中分。话说邓九公见子牙按五方而出，左右顾盼，就是左右相顾都能罩得住。进退疏徐，就是进可行，退有序，纪律严森，井井有条，军威甚整，真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不觉点首称赞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其实他都站在这个人的角度，再怎么摆帅摆，他都是人的角度了。无怪先来将士损兵折将，真乃劲敌也。纵马向前，姜子牙请了，子牙欠身却邓元帅卑职少礼。激发不到，邓九公激发不到，大肆猖獗，你乃昆仑山名士，为何不知人臣之礼，持枪叛国，大败纲常，昭王结党，法纪安在？都得讲出道理，就是说我今天打你是有理由的，人都讲道理的，讲理由的。反之，天子震怒，兴师问罪，善改逆天拒敌，而必有大败之隐，不守国规，自有虐身之苦。今天兵照日，早即下马受搏，以免满城生灵涂炭。如抗勿言，那时城破被擒，玉石随俱损，悔之晚矣。子牙笑曰：“邓将军，你这篇言辞乃如痴人说梦。天下归周，人心孝顺，即数次主帅拒兵王将卢，片甲无回。今将军将不过十员，兵不足20万，真如群羊斗虎，以卵击石，尚有不败者也。以物于剑，不如速回兵马，转达天庭，言冀州并未有不臣之心，各安边界，真是美事。”你看，其实姜子牙他说的蛮保守的，对吧？你回避，你别打我了，你过你的日子，我喝我的茶，咱俩互不相犯就完了。所以在一切顺天意的角度来讲呢，大凡都是后出手，一般都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到的，在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，顺天意的一般都是先被打的，甚至带来相应的损失，那以至于走向最后的被迫的这个结果。邓九公大怒，为诸将说：“似此卖面边小人，敢触犯天朝元宰，不杀此村夫，怎消此恨？”你看，邓九公说着说着，刚才说的还挺好听的，牛俩他都是哈哈，那时候人就势利眼。这个姜子牙卖过面，卖过斗笠。其实卖面也好，卖斗笠也好，那本不该是姜子牙做的事情。那姜子牙就守着就行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是娶了马氏，马氏呢非让他做买卖去，做什么什么不灵，他本该就不应该做，但他去做了，这就是姜子牙的悟性不够。他悟性不够的时候呢，他屡屡都遭到人家嘲笑。这是蛮有趣的啊，蛮有趣的一件事。就是说一个人你要明白你在干嘛的，他姜子牙在当时呢有点不太明白自己干嘛，所以他就去开做买卖去了，他就出了丑了。所以每次在交手的时候，人家都会嘲笑他这点。纵马舞刀，直接来取。姜子牙左有武成王、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。邓九公不得无礼。邓九公见是黄飞虎，大骂：“好个反贼，敢来见物！”二旗相交，刀枪并举。
黄飞虎枪法如龙，邓九公刀法似虎，两将相交，大战一场。二将持枪无比赛，各守名利夸能会。一个赤铜刀举汤啊，一个赤铜刀举荡人魂，一个银蟒枪飞叫惊鬼怪，一个冲盈斩将势无伦，一个捉虎擒龙谁敢对，生来一对恶凶神，大战西岐争世界。这些都没什么了，这些都是一种纯粹就是一种描绘了。邓九公战住黄飞虎，左上哪吒见黄飞虎战邓九公不下，忍不住脚蹬飞火轮冲将出来。成汤营中，邓九公长子邓秀纵马冲来，黄天化催开玉麒麟盾结战，太英舞刀冲来，舞吉摇枪抵住，赵生使方天画戟杀来，太颠挡住，程汤宁、孙彦宏冲杀过来，黄天禄接住，两家混战，好杀，只杀得天昏地暗，旭日无光。战鼓忙敲，叮啷，两家兵器怎见得？这个就，我就讲这个，我就觉得没啥意思，听起来就蛮热闹。二家混战，士卒奔腾，冲开队伍，叫势如龙，刀砍旗幡，雄似虎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各分头目，使身机，枪迎枪，剑迎剑，剑迎剑，两下交锋，趁不意，你往我来，碰着刀刃，名随寝，顾后瞻前，错了身心，错了心神，身不保。只杀得征云暗淡，两家将左有难明，左眼难明。哪里知怪物弥漫，爆笑儿狼群队伍，英雄恶战不寻常，棋逢对手难分解。大战西岐城下，哪吒使开了这个火尖枪，黄飞虎抵住了邓九公。九公原是战将，抖擞神威，展开大道。大刀精神倍驾，哪吒见邓九公勇猛，暗取了乾坤圈打来，正中九公左臂，打了个叫带断皮开，几乎落马。周兵哪吒得胜，呐喊一声冲杀过来，太颠不防，赵生把口一张，喷出数尺火来，烧了个焦头烂额。你看他里面就有这些能人才会有这样的，险些落马，各两家混战，各自收兵，九公败进大营，召唤不止，疼痛难禁，彻夜不安，子牙进城回得帅府，见太颠带伤，命去调养。九公在营昼夜不安，有女儿邓玉婵见父亲受伤，十分恼火。第二天问过父亲，女儿为父亲报仇。邓九公说，我儿需要小心，点着本部人马城下请战。姜子牙坐在银安殿，正与诸将议事，突报说成汤有一女将督战。子牙听罢沉吟了半晌不说话。武成王说，这个丞相千场大战都不曾担过忧虑，今天一听女将竟然沉吟不绝。姜子牙说，用兵有三计，道人、驼头、秃子跟妇女，这三等人非是左道，定有妖术。如遇妖术，恐将士不曾提防，误被所伤，身为厉害。他是在战场上，他有时候忌讳女人出来，因为终归是在这个红尘滚滚当中，突然出现一个女将，男人跟女人过手的时候，他就总是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。
人就是人，这个东西他跑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一心理上一打差错，就被人给整了。哪吒应声出班说：“弟子愿往。”领命上了风火轮，果见一女将滚马而来，叫红罗包凤卷，叫袖带扣香扣潇湘，一棒红渠淘宝灯，更显得金莲窄窄。金莲窄窄应该是小脚，那不会裹小脚，那时候小脚金莲，七寸金莲就是指裹小脚女人。两弯臂带叫辽秋坡，越觉得玉沉越觉得玉流沉沉。婀娜多姿，电针指好轮刀，叫玉手青葱。揽牌装台叫骑掠马，桃脸通红羞答答，报名问姓。玉拱威狠，娇怯怯，夺利争名。你看他就是，你碰上女人打仗，他就男的，他不好打这仗。慢道佳人多猛烈，只应父子出迎来。哪吒大呼：“女将慢来！”邓婵玉问曰：“来将是谁？”姜子牙：“宰相麾下，哪吒是也。你乃五体不全妇女。”这个哪吒说的叫五体不全妇女。焉敢阵前施勇？你本系叫深闺弱智，不守家教，抛头露面，不失羞愧，料你总会兵机，也难逃我之手，还不回营，换名上将出来。邓婵玉大怒：“你就是伤了我父亲的仇人，今天受我一刀，咬翅面红，纵马使双刀来取。”哪吒尖火尖枪急忙相架，两将往来未及数合，邓婵玉想到我下手为强，眼刀就走，我不及你。这个哪吒点头叹曰：“果然是个女人，不耐大战，竟往下赶来。”那你就别赶了，他往下赶，未及三五射之地。邓婵玉扭颈回头，见哪吒赶来，挂上刀，取下五光石放在手中，回手一掌，正中哪吒的脸上。手发五叫发手五光出掌内，纵使仙凡也皱眉。这个邓婵玉呢，就扔石头，哇，这是他的绝招。但他这个石头呢，就杀不了人，都是给人打伤了，就是侮辱的成分胜过他实战的成分，给我感觉是这样。所以哪吒一点不提防吧，一下就给打了个鼻青脸肿，他就没法打了，就败回帅府了。子牙见哪吒脸上受伤，问其缘故，弟子跟女将邓婵玉未及数合，见人扭脸就走，弟子赶去想拿他，不妨他回首一道光华，是一个大石头正中脸上，哎呀，打得我好狼狈。旁边黄天化说了：“为将之道，身临战场，务要眼观四方，耳听八方。难道你一个石头就不会招架，被他打伤？惊恐土星打断，破了相。”一声俱是不好，土星打断就是他把他鼻子打瘪了。哪吒气坏了，今日失机又被黄天化取笑了一番。这黄天化话多，所以他修不成往往话多。杨戬很少去取笑别人啊，杨戬从来不。
邓婵玉进营见父亲答话，打伤了哪吒。邓九公闻言随喜，其如疼痛难禁。次日，邓婵玉再来督战，谁去走一遭？黄天化说：“弟子愿往。”上了玉麒麟，出了阵。邓婵玉马走如飞，来将何名？武成王长男黄天化是也。你这贱人，昨天用石头打伤了我的道兄，是你吗？不要走，举锤就打。女将双刀迎面来迎，锤刀相加，未及数合，拨马就走。邓玉婵高叫：“黄天化，你敢追我吗？”黄天化在坐骑上想想说：“如果我不追他吧，哪吒肯定笑话我。”你看，这就是这问题。只得催开坐骑往前赶来。邓玉婵闻得脑后有声，那挂下双刀，回首一时，黄天化急忙闪时，但石头已打在脸上，比哪吒更加的狼狈，掩面回府。姜子牙见黄天化脸着重伤，问其缘故：“你如何不提防？”那贱人回马就一时，我还没来得及提防呢。这哪吒在后面就听见黄天化也挨了一石头。为将要眼观四处，耳听八方，你连个女将如何也失手于他，打断你的山根，一百年都是晦气。你为何还我此言？我出于无心，你这人太小心眼儿。那哪吒说：“你昨天侮辱我。”两个人就吵起来。姜子牙说：“两个人为国，何必如此？”各自惭愧，退回后战。邓婵玉得胜回营，打了黄天化。邓九公虽见连日得胜，但肩膀疼痛，度日如年。那第三天，邓婵玉又来请战。谁去？杨戬在旁对龙须虎说：“这个女的用石头打人，师兄你去吧。”二郎神就是二郎神，他有心思，他明白是怎么回事。这龙须虎就扔石头，他也扔石头嘛。弟子愿往。杨戬压阵，俩人出来了。邓玉婵一见城里跳出个东西，龙须虎是跳着嘛。龙生一种叫生灵牙，发石如飞，石可夸，运成云水归周主，练出奇形铸子牙，手似鹰爪，足似虎，身如鱼滑，须如虾，封身榜上无名姓，屡建奇功，兴帝家。所以他龙须虎后来应该没有上封身榜，没死。邓婵玉见出来一个古怪东西，吓有点魂不附体。来的什么东西？说我哪是东西？那个好贱人，他骂女人当然骂贱人。我乃龙须虎也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抓你。邓婵玉不知道他能手扔石头，只见龙须虎把手一放，照着邓婵玉就打。磨盘大小的石块，两只手一齐发来，打得遍地灰尘。邓婵玉马上自私，此时来得太厉害。若不仔细把马打了就不好，拨马就走。龙须虎赶来。邓婵玉回头一看，见他赶来，回首就一时。这龙须虎见时光而来，把脑袋往下一藏，结果脑袋藏过去了，脖子藏不过去了，一下给打在脖子窝上了，给打拧了个了，把龙须虎给打拧了个了。这龙须虎啊，邓玉婵又是一时。
这龙须虎独足难力给打了一跤，邓玉蟾勒马而回，就要取龙须虎的首级。要知龙须虎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